是个小淘气呢，居然这样欺负柔弱的女孩子。我明明最讨厌争斗了呀。任性的神明啊，该说你敏锐还是愚笨呢？不过嘛，既然已被你察觉，索性就让我痛痛快快任性一场，就像你最喜欢做的那样，不是吗？会有些痛啊。会有些痛啊。哎呀，下次拜托来点新花样吧。这可一点都不新鲜呀。到此为止吧。下次要让我更开心点哦，蕾耶拉小姐。哼，灵感这个嘛。